二、参见《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小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体》，系大于任继岳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三、参见王永祥与《董仲舒评传》第三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四、参见《天有时端，时端而止矣》，天为一端，的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时端而毕，天之数也。春秋繁陋观至向天。五、参见是故推天地之经，运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再在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胜不孝，在善恶，恶二、参见《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小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体系》，大于任继岳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三、参见王永祥与《董仲舒评传》第三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四、参见天有时端，时端而止矣。天为一端，的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时端而毕，天之数也。春秋繁陋观至向天。五、参见是故推天地之经，运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再在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贤不孝，在善恶，恶之属敬畏阴，善之属敬畏阳，阳为德，阴为行，行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臣。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行也。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行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与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利，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利之变而远，
大德而小行之意也，先精而后全，贵阳而见阴也。春秋凡漏阳尊阴卑第四十三。六，参见金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君心失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生彼则应，其焰皎然也。非有神，其数然也。美是照美类，恶是照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星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照也。阴阳之气阴可以类相益损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以应之而起，其道亦也。春秋凡漏同类相动第五十七。七，参见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小鱼第四章，神秘的天人感应目的论大鱼，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八，参见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至深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基于其本，则血气相承受，贤基于其主，则上下相致使，血气相承受，则形体摩所苦，上下相致使，则百官各得其所，形体摩所苦，然后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夫欲治精者，必须尽其行；欲治贤者，必卑谦其身。行尽致虚者，精气之所去也；谦尊自卑者，人贤之所是也。故治身者，务直虚静以治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治贤。能治精，则和民而受，能治贤，则德则洽而国太平。春秋繁漏通国身第二十二，故君子道治气则华而上，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和位而气不随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内心其本也。故人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贺之所以寿者，无晚气于中，是故食兵；元之所以以寿者，好饮其末，是故气四月。天气常下失于的，是故道者亦饮气于足。天之气常动而不治，是故道者亦不晚气。苟不治，虽闷不虚，是故君子养而和之，节而法之，去其群态，取其众和，高台多阳，广室多阴，远天地之和也。故圣人弗谓适中而已矣。故养生之大者，乃在爱气，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心之所知为意，意老者神扰，神扰者气少，气少者难久矣。故君子贤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气多而治，则养生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将欲无灵，故定易得，此言神无离行，而气多内充，而忍饥寒也。和乐者，身之外态也；精神者，身之内充也。外态不若内充，而况外伤乎？愤恤忧恨者，身之伤也；
何说劝善者，身之养也。君子慎小恶而无大败也。行中正，身向荣，气亦和平，居处娱乐，可谓养生矣。春秋繁露，小鱼寻天之道第七十七大鱼。九，参见天地之行美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师，藏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静至今，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师，所以为人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成也，静至今，所以为刚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沙也。春秋繁露天的之行第七十八，人之美者在于天，天人也。天赋育万物，计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是功摩矣，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人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人于天而人也。春秋繁露王道第六。十，参见任重恶于内，夫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任也。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任哉？无以心之名的人之臣，人之臣有贪有人，人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师，身亦两有贪人之性，天有阴阳尽，身有情欲任，与天道异也。是以阴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破常艳于日光，乍全乍伤。天之静因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天所敬，而身敬之，故曰身由天也，敬天所敬，非敬天也。必知天性不成于教，终不能任。春秋繁露身察名号第三十五。十一，参见圣人之性，不可以明性，窦烧之性，又不可以明性，明性者，中明之性。春秋繁露实性第三十六。十二，参见明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明之。性如简，如卵，卵呆覆而成雏，简呆骚而未思，性呆教而未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明性有善直而未能善，于是谓之厉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明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成天意以成明之性未任者也。今按其真直而未明性以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人也。万民之性苟以善，则王者受命上何任也？其赦民不正，故弃重任而为大命，非法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身察名号》第三十五。董仲舒英文摘要：董仲舒《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Tung Chung Shu reconstructed the Confucianism at Hong Dynasty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the theory of cosmology. Tung Chung Shu was the greatest Confucianist of Ho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at Hong Dynasty was focused on the theory of cosmology. The philosophers at that time proposed many theoretical systems to describe the universe, which included the original status of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universe,
the structure of any beings, and so on. Teng Chang, Shu followed this tradition and proposed a cosmology theory. In his theory, the universe is a moral world, which controlled by the universal powers Yang, Yang, and Yin, Yin. Yang represents Zhen, Ren, and Yin represents Tang, Tan, and the Yang leads the Yin. Therefore, people should behave themselves with moral. If they don't obey the rule, the universe will punish them. At the discussion in the field of moral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the moral behavior is based on the freedom of the subjectivity. By his own will, people make themselves to be moral or not. In Teng Chang Shu's theory, people behave morally by the force of the powers of the universe, which means the universe forces people to be moral.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is question. Could a cosmology theory fit in with a moral theory?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the basis of moral theory is ontology. In the theory of Confucius, Kongzi, and Mencius, Mengzi,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ing, Zhongyong,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the ontology theory of Confucianism. This ontological theory already gives the moral behavior some inner reason. It gives the subjectivity the inner nature to act the moral behavior by their own will. Teng Chang Shu's cosmology has already presupposed Confucius' ontology. He made the universe obey the intellect force of moral, and preserve the free will of human beings. Therefore, the cosmology of Teng Chang Shu didn't broken the coherence of the moral theory and the Confucianism. Keywords: Teng Chang Shu, cosmology, Confucianism. 3250-549-542 OK 9 text 斜线 HTML 29 Friday 26 November 2015:50:23 GMT 27:32 CE D 6AF 495-1E14C60A5C0003 Heights 5549-54 台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会保住锐气杜宝瑞资料教学课程学术论文专书著作学术资源朱伯坤易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首页向上孔子的境界哲学孟子的功夫哲学荀子的性论与天论中庸哲学体系探究朱伯坤易学哲学史方法论检讨易传中的基本哲学问题周易经传的哲学知识学探究董仲舒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董仲舒政治哲学与宇宙论进入的儒学建构周濂溪境界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张衡渠思想中的儒道佛存有论之差异张载哲学体系的基本哲学问题诠释进入邵雍儒学建构的义理探究陈浩境界哲学进入的儒学建构陈怡行上学功夫论与义学进入的儒学建构朱熹哲学的研究进入朱熹功夫理论朱熹谈本体功夫的项目与意涵朱熹本体功夫进入的为学方法与修养活动
朱熹形上思想，朱熹形上思想的创造意义与当代争议的解消 The Metaphysics of Zhu Xi 之言一义，中朱熹与胡弘义理争辩之解析，胡弘心性哲学，胡弘儒学相关论旨，对胡五峰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论胡弘从成人心性到物说的儒学建构，朱熹李一分书说之讨论，从朱熹鬼神观谈三教辩证问题的儒学理论建构，朱熹哲学思想书评金春风着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书评刘树先着变太极图说书，中朱熹与陆象山义理争辩之解析，叶水新世公进入的儒学建构批判，心统性情与心即理的哲学问题分析，陆象山功夫论进入的儒学建构，陆象山的教育思想，朱陆儿胡之会的伦理意涵，陈白沙境界功夫进入的儒学建构，王阳明功夫哲学进入的哲学体系探究，论王阳明的知行关系，王阳明的三教辩证与教学风格，陈来有无之境书评，罗清顺存有论进入的理气心性辨析，王夫之易学书评，戴正重建儒学概念的理论意义。档案下载。朱伯坤易学哲学史的方法论评析一摘要，北京大学朱伯坤教授所著之《易学哲学史》一书，可谓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成果中在易学领域上的最佳之作。书中不仅清晰明了地将中国易学哲学史上下两千年的所有重要易学著作之义理予以解明，更且创造了研究易学及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并由而建立了一个特定形态的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分析架构，及其所言之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等概念范畴者，该书之作不仅是易学领域中的佼佼者，更且因易学史本身已与中国哲学史打成一片，故而《易学哲学史》一书亦可称为一部极佳之中国哲学史著作。我们从中不仅可以鸟看易学哲学史，亦可建立一套中国哲学史之理解视域。本章之作即为将《易学哲学史》当作一部当代中国哲学作品中富有方法论创构地位的哲学作品，讨论其中对于中国哲学义理诠释的方法论问题，并借由我们所畅说之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参照，以易学哲学史为对象，探讨中国哲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转向之重要问题。一、前言。本章之讨论乃以当代易学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内涵中的方法论进程为目标，探讨易学义理建构与成立的方法论问题。文中将以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的关怀为写作主旨，讨论中国哲学中的易学进入的基本哲学问题之研究进程。本章将提出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借由普遍关怀的基本哲学问题作为理解中国哲学的易学哲学的理论基地，反显出各家易学核心观点在基本哲学问题意识下的意涵要点。本章将指出易学哲学中的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哲学建构之别异，
并不是两种哲学观点主张之争，而是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转向。其中图书派、数学派、象学派主要是宇宙论的问题意识，而理本论与语气本论主要是本体论问题意识的进程，而心本论则是功夫境界论的问题进程。本章所探讨的易学哲学之一般观念，将以朱伯坤教授所着《易学哲学史》为材料。二、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关怀。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理论关怀，指的是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要提出一套足以面对整体中国哲学范畴的解释架构，借由共同说。